月真的有毒。前有马思纯搂草，现在是杨紫秦俊杰。昨天杨紫刚秒删微博，被网友们猜测感情生变。今天两家的工作室就发出已经和平分手的声明。声明的第一条热评真的是引战了。想当年秦俊杰拍的《加油吧，网球王子》也是很火的，好吧？当时觉得罗马真的很帅，虽然不及杨紫红，但秦俊杰真的是颜值演技双在线的。消息一出，粉丝们都炸了。紧接着张一山的微博就沦陷了，俩人一起拍摄《家有儿女》是娱乐圈公认的好朋友。这次杨紫分手，身为山子党的粉丝们迎来了春天，直呼俩人在一起。有的网友在张一山微博下留言，让他赶紧去安慰安慰小猴子，还有的说山哥你的机会来了，真的配一脸，不要有所顾忌，赶紧去追他吧。粉丝们都来张一山微博凑热闹，评论区真的都在为这俩人操心，大多数人还是站着对 CP 的，毕竟俩人认识这么多年，不管怎么说，